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叶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好了，看看我们今天的四位女性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真的很爱你，为了孩子，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的确是不太懂事，天天把你拉黑。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以后一定会做到。真的是受够你了，天天打游戏，和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改？你能不能不要再拉黑我了？有事情我们好好聊不行吗？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小魏34岁，来自南京，广告运营，有请。小杨27岁，来自浙江，自媒体，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几年？2年。娃多大？9个月。男娃女娃？男娃。今天为啥来啊？调解一下呗，生活中一些小矛盾。因为他爱玩游戏啊。跟老师说这个男人打游戏打到什么程度吧。我们说吧。结婚试菜他都迟到了、所有亲戚都等着他呢。然后他平常工作也是一个掐点王，从来不会提早到，就经常迟到。迟到的原因是玩游戏。他那个比如说赶火车赶飞机，他都是比如说今天是6点钟有事情，他都能5点半出门的那种，就不永远不会提早、就是会延迟。这个没错，的确是有过，有发生过。但我的工作上面啊，我跟客户的沟通，我的交接方面基本上这方面我是不大会耽误，只是明白行程上面就这种有耽误很多。那现在有了儿子，是不是开始帮你看儿子了呀？因为他是自由职业嘛，不是说是朝九晚五的，时间比较自由，也不会因为现在有孩子，然后就是会比如说是5点多6点多回家，就是也是吃完饭都要出去玩会儿游戏再回家。为啥要吃完饭玩出去玩游戏？首先我家里到我的公司呢大概是5分钟左右的路程啊啊，然后我呢是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啊，平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自己做。然后有时候忙不过来，然后玩游戏呢是我唯一的放松方式。为什么要不在家里玩游戏还要专门回公司玩？家里不舒服啊。他嫌那个网太慢太卡。我那个怀孕的时候我还特意买了台电脑，因为我平常我不太玩电脑，就玩手机的多。为了这个事情我还特意买了台电脑，想说怀孕的时候让他多陪陪我，在我旁边那个玩会手机看会电脑都可以的。然后他说笔记本不怎么好，然后嫌家里网卡这样子。我晚上去呢主要有一些我平时客户有时候晚上沟通啊干嘛的，我资料都储存在我的那个电脑上嘛。我都方便那个的。好像哦，你说了一个词儿是家里不舒服。对吧？对，这个不舒服涵盖的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玩游戏的时候我会抽烟啊，家里面抽烟不大方便。第二个网速方面不大跟得上。第三个家里的电脑用起来不舒服，就主要是这样。那他一般打游戏你会提要求吗？到公司去打几点回家什么的，有要求吗？会，然后但是他每次都延迟。我说几点回家呀，他说20分钟左右吧，然后经常就是1个多小时，就是时间观念不是很有。没错。这个游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这种对竞技游戏啊。它是你玩什么你告诉我。我玩 DOTA。 首先我不大会逃跑啊，第二个一般一局玩有时候它时间上会有些误差。然后我坐月子的时候，因为坐月子可能情感会比较敏感嘛，然后也肯定是想要他多陪陪我的。然后他就说不是有月嫂吗，那请了月嫂干嘛呀，就是也改不掉这个爱玩游戏的毛病啊。你没有这个趁着有了娃之后治他一两回，治过吗？就有一次10点多的时候我问他回来没有，然后他就说快了，就是还有半小时左右。因为他的那个游戏啊就一开局就需要40多分钟打底。我就心里在想嘛，如果他12点之前回家的话，那就可以过，原谅过吧。对，然
后如果超出十二点我就打算走了。嗯，他的确过了十二点还没回来，当时我宝宝才应该是两个多月吧，然后我就半夜就走了，我就自己住酒店去了，带着宝宝走了。哎，你回家一看人不在，害怕不？挺担心的，然后我就马上去打电话，首先电话是联系不到，第二个，然后我去我丈母娘家，开车过去也就五分钟十分钟，找了也没找到，我也没把我丈母娘他们吵醒，然后就一直没找到啊，就这样。那一夜打了一夜游戏吧，应该在公司再开两把，抽着烟喝着茶。那不可能的。那在那一夜咋过的？这一夜后来一直联系不到，联系不到嘛，到个一两点左右，我也睡觉了呀，就这样子。心还挺大啊，睡觉了。然后呢？然后第二天我妈妈联系到他的，说带着小孩去酒店里面住了，干嘛的？就这样，然后他出去，我父母也不知道，都不知道，就这样。这一致改过来了吗？没有，就是当天第二天稍微可能就是八点多回家了，就没出去，之后还是老样子。就是我老婆她平时说得好好的，我们吵架不要冷战干嘛的，我都是去很积极很主动的去跟她沟通，但是她也不愿意，她就电话不接，微信拉黑什么的，就反正人有时候人也找不到，就这样。那是因为她老是没改正这个缺点，所以我也不想理。所以她采用的方式就是拉黑。拉黑，电话不接，什么拒绝沟通，消失，哎，消失。平时偶尔花钱有点，稍微有点手比较宽，手比较松，就是，家务嘛是基本上不大做的。谁做？我的父母在做。他也不做呀。嗯。那我觉得男女平等呀，就是对男女，我也赚钱，你也赚钱，你也不干，为什么要求我干呢？男女平等没有错，问题是你说我也赚钱，你也赚钱，问题是到过年的时候大浪淘沙，我有钱你没钱，就这样子。他其实对我们这家人很好啊，会给我买很贵的东西，给父母也买很好的东西，就是花的比较畅快了一点，到最后都没有了，就是赚多少花多少。因为他也比较节约，然后相对因为可能我们年纪本来就差七岁嘛，然后他会觉得这个东西不要买啊，怎么怎么，然后因为我们会觉得可能妈妈嘛就觉得这个衣服可爱啊，怎么样，就是感觉就是会多买一些，然后拍拍照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可能乱花钱，消费观有点不太一样。对，就是他停留在是现在小孩子给他的外观上给他变得好看干嘛的，还小很小啊，就是衣服服装什么玩具啊，或者这方面，我想的是以后你不如把这钱存着，让他学点才艺特长什么的，这样是更好的。现在钱没必要花，我觉得有些钱。哎，我特别好奇啊，你们家谁管钱呀？各管各的。日常开销是怎么着？开销的话，有时候我自己花自己的，然后有时候因为我们有亲密付嘛，然后是扣的我老公的。啊，就扣他的是吧？支付宝、微信都开通了，那就等于花你的吧？他的钱花完，首先，第二，我的钱也不会少花。但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东，我自己这边花个400多，那我觉得他节约嘛，那他这边花个200多。我1000块钱的东西，我花800不行，我得老公那儿刷200，是吧？那这不就如果都刷他的话，那就炸了，又要说了嘛。对，我也会说他的，我也会，他经常靠我都会问他这个钱干嘛的，是干嘛用的。如果是小孩子，比方说你去打个疫苗或者干嘛的，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觉得你如果一个月一周给他买个3-5套衣服，我觉得没必要啥的，就这样。夫妻之间彼此信任吧，你们会互看手机吗？90%他看我的。看手机也就算了啊，他就有时候我莫名其妙一觉醒来，发现我手机上4-5个好友、6-7个好友没了，就是有时候我去工作去找这个人，哎，这个人怎么没了，找也找不到。大部分是女性啊，对，你不放心？不是，就是谈恋爱的时候那种习惯吧，就他不能看我的，他为啥不能看你的？就是一种习惯，就只能你看他，不能他看你。对呀，我们那边谈恋爱好像都这样吧。所以你们今天来要干嘛呢？我希望他以后家里多做点，帮父母分担一些，做一些家务，不需要你赚什么钱，也不干嘛的，家务家里面照顾好，不需要老人家太辛苦。赚钱嘛我来就行了，然后嘛玩游戏嘛，我觉得我就这么一个爱好了，没有其他什么爱好了，就不要改变我，但是我要改变你，对吧？不是，我的爱好我可以时间少一点可以干嘛的，但是完全剥离掉可能比较有难度。对啊，这四年
年来一直就是没有说什么改变，就说说是要改啊怎么样的，基本上没有什么行动吧，实质行动没有。哎，当时你为什么嫁给他？首先我们是谈了两年多嘛，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嫁给他，稀里糊涂。对，有一点。为啥娶她呀？我老婆她人呢是挺好的，心肠挺很好，对父母也很好，然后我的丈母娘丈人呢他们也很好，然后我也挺很喜欢我老婆，觉得 OK 了呀，就是这样。现在呢？现在就是她不都挺好的吗？对，就生活中的毛病啊，她家务几乎你也不干呀。那我也不干，我知道我也不干。家务有父母是吧？哎，对对，孩子应该是父母帮着带对吧？对，你基本也不带孩子对吧？我就是回家的时候耍一下玩一下。哎，没错。你呢？我是因为也是自由职业嘛，我基本上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就有事情的时候出去，平常我也在家带。哦。然后晚上也都是跟着我的，因为还在哺乳期。哦。我希望他不要去说什么赚钱不赚钱的，你说赚钱一年也看不到钱啊，你就该干嘛干嘛，家里面照顾好。那意思就是你让人做全职呗？哎，能做全职那最好。那当然我也不妨碍你，你说你想去赚钱干嘛的，但你不要说着赚钱最后还是没有钱，就是这样子。你也可以年轻多学习几年也没关系啊。那有些人还不赚钱呢，毕竟我还赚点钱还自己花呢。不是，他现在心里觉得你挣钱的那个价值不如你待在家里的价值高，是这意思吧？待在家里干做家务的或者干嘛的分担。你非要加一个做家务是吧？那坐在家里刷手机呢干嘛嘛。哦，你来呢？我就希望他少玩点游戏，然后多陪陪我们，多陪陪家。而且他平常大道理很多，孩子以后怎么，你说连陪我们的时间都没有，你以后怎么教育他呀？以后儿子跟着你看着你玩游戏啊。双方目标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一致，丈夫要的是妻子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家庭生活的打理上来，没错吧？哎，没错，核心词是时间嘛。妻子要的其实核心词也是时间，妻子要的是丈夫把更多的时间放回家里做他和孩子的陪伴者，对吧？你看看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听起来那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在恳求，这个软指标啊，陪不陪人家得，哎呀，我就希望他，这个可是软语说的可都是硬话呀，对吧？回家不介意你挣不挣钱，来回家才是你有价值的地方。玩游戏这件事儿嘛，我是改不掉的，我就一个爱好，游戏不让我玩了，我怎么可能呢？对吧？差不多。你就听出来了吗？这怎么可能如你所愿呢？放眼望去，台下1、2、3、4位女导师，今天你要倒霉，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叶老师，先生，您说，我说的肯定不好听，我就觉得你特别大男子主义，啊，真的，你自己对家庭，真的，我觉得不负责任，尤其是你对孩子的态度，你是不是觉得孩子就是一颗种子，把它扔在那儿之后，它自己长出来了，然后就变成参天大树了？爸爸的缺席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不存在的，那不存在的，是吗？那实际行动呢？你老婆这么嗷嗷待哺的诉求是什么？多陪陪我跟孩子。你更多的时间在干嘛？打游戏。而且说我就这么一个爱好了，你的爱好重要还是说你老婆孩子重要？那肯定老婆孩子重要。那为什么你耽误了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游戏呢？我就劝你先生，哪头大哪头小，您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不该分不清。而且刚才主持人说的我非常赞同，你对你媳妇儿是什么要求，你媳妇儿对你是什么求肯，要求和恳求它不一样的。而且你平时对于父母对于孩子你就没陪伴多少，你凭什么要求他放弃自己所喜欢的工作，对家庭付出所有的精力呢？这不公平啊。如果这个丈夫尊重他，而且呢这个丈夫是公平的，在头脑当中知道我跟妻子一样，对家庭对孩子都应该我们去进行倾情付出，他也不至于这么大意见，对吧？对，没这么大意见，人上这儿来干嘛呀？谢谢。谢谢叶老师。叶老师啊，女生呢
这个妻子啊，真的是，单纯善良又完了，就不忍心说，不忍心告诉你真相。但是真相其实它就是真相，我们还是真的得面对。我觉得你这个老公啊，他没有那么爱你，他就是觉得你是一个简单的好哄的傻姑娘，他需要一个安分守己的太太，在家能够伺候公婆，带好他的孩子，他可以高枕无忧做他想做的事儿。他想做的事儿包括他去工作，包括他去打游戏，包括他未来可能还会想别的。因为你没有还手之力，你只会那儿笑嘻嘻的说老公你回来吧。最大最大做出来的对他不满的事件还是自己带孩子跑了，伤害自己。不回家应该把他赶出去，别回来呀，你出去干嘛去啊？还带着孩子去受罪。所以你太软弱了。就是女人温柔我觉得是把利刃，但是温柔过了那就是懦弱。你如果在婚姻中始终是这种懦弱的，认为我做了我该做的事儿，那他是不是能够想办法让他改一改？如果始终是这个状态，你只能在婚姻当中越来越成为弱势的那一方。你自己不拿着武器去和生活抗争，别人就会欺负你，即便他是你挚爱的亲人，算你的亲人吧，孩子的亲爹。所以以后我希望你不要这样软弱下去，就去主张你需要的生活，不去恳求他。有什么求？爱回不回，不回你自己不是把孩子带的也不错吗？你的公婆不是 也挺喜欢你的？你们三个人是挺和睦的，可以带孩子吗？你有帮手可以帮你，那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先生，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这家要不要啊？家肯定得要。所以先生，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既然把人家娶回家了，请你珍爱你的家庭，请你真的尊重他们，去陪伴他们。如果做不到，那人家还年轻啊，人家这么好一个女生，这么好一个女孩，未来有无尽的前途可以去追求，你自己掂量着办吧。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周老师，你为什么回家吃饭？因为那是食堂啊，你爸你妈把饭给你做好了，你父母把家里的卫生给你做好了，你老婆把孩子带好了，走路五分钟就回家吃饭了，你当然回家吃了，家里饭更干净，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你为什么不回家吃饭？所以你爱他吗？你爱你父母吗？你可能爱他们，但你更爱是你自己。我今天有一句话我特别不舒服，我觉得我要是你的妻子的话我特别心寒。他说家里不舒服，家里不舒服还有哪儿更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因为家里不适合打游戏。所以我觉得你做儿子的，儿子不称职，你做父亲的，父亲不称职。为什么我们就要陪伴孩子？因为我们要见证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即便他现在在襁褓当中，你每天对他陪伴，你对他的拥抱都会让孩子感受到我是有爸爸爱的。我现在八九个月了，爸爸会开始逗我笑了，爸爸知道我每一天，我今天开始翘头了，明天开始爬了，爸爸能看到。所以那是一种父亲的爱。同样对妻子的爱就是我可以有我的兴趣爱好，但同样我有大把的时间会要给到他，因为我也知道他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还是不容易的。可是你都没有，你今天特别轻巧在这个地方，你觉得我做得挺好了，我赚钱了，我知道赚钱辛苦，但你现在给家庭的贡献只有赚钱。可是一个家除了钱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温暖，那是要发自内心给温暖的。同样我想对妻子说一句话，你继续这么笑，你继续不管他，你知道你五年过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吗？五年过后你辞职在家没有任何的收入，你的先生开始挑剔嫌弃你，家务做得不好，孩子带得不好，因为他没有参与过孩子的教育，他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孩子哭了闹了都是你的问题。然后你的公公婆婆有任何的事情也全得你，因为你全职在家，而且他那个时候可以大把借口，我今天要赚钱了，这个家得靠我一个人。所以我现在看到的不是因为他打游戏，而是他心有没有在这个家里。但是如果他心里没有这个家的话，可能你的日子过得就极其痛苦。所以我觉得先生你好好思考一下，一个有爱的家庭到底我们要怎么来去做。同样妻子你也要考虑一下，一个有爱的家庭作为女主人你应该又做什么。
该做的一些家务力所能及的该做我们做，没任何问题。但是该有的该截止的恶习就得要截止。谢谢周老师。谢谢米娜老师。您媳妇儿的这一个温柔体贴和对您莫名其妙的爱，成就了您跟游戏的不解之缘。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赵川老师啊，我们都还在闲聊过，就是赵川老师还有当时我们有一个朋友应该也是这么感叹的，他们都是男士，说我们下班回到家的时候也喜欢放空一会儿，打一会儿游戏，但是那都是我们在进行完高强度的工作之后，然后让自己放空一会儿。什么叫一会儿？就是那一会儿是我的妻子能够接受的，我能够拿走的这一块时间。多长时间呢？而且多久放空一次呢？所以对于您来讲，这一个放空的频率有一点太高了。放空的频率这么高，然后你就把妻子和孩子们都晾到一边，理直气壮地去做你游戏的这个事。您不想回家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不是不想回家。第一个，家里面我肯定是不能抽烟的嘛啊。所以打游戏势必还得抽着烟是吗？这是一个小习惯，我抽烟不多，一周一包。这样子，但是打玩游戏的时候会抽。然后嘛，我在办公室我可以比较声音也可以跟队友聊天的声音啊干嘛的会比较大啊干嘛的啊，会吹牛啊会干嘛的，有时候会骂他们几句啊这样的，但是在家里肯定声音也不能很大啊，不然吵也吵到他们小孩。您确实不爱您太太。我们有好多男士回家之前有压力。他们的压力来自哪里呢？因为婴儿的啼哭声让我烦躁，我进去了以后又不知道怎么去协助我的太太，因为一天他们都有自己的秩序了，我经常存在就是添乱。我妻子经过一天的疲惫的带孩子和怎么着，心情也不好，所以我为了避免我的妻子和孩子对我的怎么着，我可能会选择到了家在楼下抽一根烟再上去，给自己就是一根烟的时间，作为我回家之前释放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放松，就像我的课间十分钟。但是您不一样，您是要求我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对抗我在家里头的难得的那么一小丢的清醒时间。对于您来讲的话，您丈夫说实话我不觉得他会改，因为是你把他惯成这个样子的。这男人到我们四个人手里头，他但凡到谁手都不这样，可能到我手他的游戏队伍就散了，可能我自己都跟他一块先玩，我比他玩的还起劲，他自己带玩吧，玩你自己带，我好有压力啊。然后到了周小鹏老师手，可能电脑什么的都没了，有一天忽然发现他连账号都没了，账号被直接给卖了。所以你的丈夫成为这个样子是你一手培养的，你纵容了他，你给了他时间，他说要走你就让他走了，你最大的反抗也就因为他老是说工作嘛。你也可以说我因为工作，你也可以说我有一个客户在试衣服，所以我今天要晚一点关门，我不回家，其实我在那里坐着打游戏呢。你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花你的钱去按你的摩，然后他问你为什么你这样大手大脚，你说因为累啊，因为我就这么一点爱好你都不同意我拥有吗？但你都没有啊。所以这一个男人现在我也不好说他什么了，他这个样子奇形怪状的就是你一手栽培的，所以接着栽培吧。然后你忍好他打游戏，他就这么闭着眼在游戏里待着，工作里待着，孩子抽一下就长大了，人生也就结束了哈。谢谢米娜老师。
能不能戒了？可以。再说一遍，能不能戒了？可以。哎，就行了。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老婆，我以后就游戏那个 DOTA 就不玩了，啊，真的吗？就好好赚钱，多花点时间陪我们的宝宝。我们宝宝也很听话，从来都基本上每天都不哭不吵，我们一抱他他就笑，很可爱。多花点时间陪家里。我也会在家，比如说多做一些家务。你量力而行呗，啊。那你是真的会改吗？对。不会下台就不改了，继续这样吗？不会。谢谢两位，请回。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通过金云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做预测嘛。这个预测就是这小子能不能改嘛？你觉得？出肯定是出了，肯定会出啊，出肯定会双出。但我觉得改嘛，能不能就从此不打了？我不相信。好，来，严老师，双出。能不能改主要看着太太能不能把自己的劲儿提起来了。真的能改，当一个男人知道自己的事业是最大奔头的时候，他一定会改了。能改，但偶尔玩一下下那其实无所谓了。就现在得先戒了。对，现在得先戒。男的不会改的，因为妻子已经决定了这一个家基本构成只有这个样子，妻子有多柔弱这一个家就是这样。不是，他会变得刚强的吧？有你们四个人给他赋能吧。 他变不了。来，他绝对变。哪有那么容易变呢？对，是不是？男的也不会太变，女的也不会太变。来吧，两票看到了希望，两票还在黑暗里摸索，我们看人家自己好不好？来，请开门。那个就问一句话啊，游戏能不能戒了？可以。这俩不信啊，叶老师不信，米娜老师也不信，能不能戒了？可以戒了。那个妻子做个见证啊，回家发信息啊，每一个月报一次，给编导发一个那个信息，我们每个月我们跟踪公布一下。某期节目的男嘉宾戒 DOTA 已经一个月了。别，都换别的游戏了。不。就不打游戏了，然后混王者了。不是，狠狠地打这两个女嘉宾的脸一下，这能做到吗？为男人争口气可以吗？可以可以。行了，你们俩等着吧。不希望王者。我们希望被打脸，真的希望能够戒掉，真的能够戒掉。好，来，这个我们一起见证水军的。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觉得自己是个小孩，但是我已经在努力地学着去照顾你了。当初下了好大的决心要和你在一起的，我偶尔也会跟你一起幼稚，我希望我能陪你一起长大。跟你在一起我很开心，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更理解我，包容我一些。我并不希望你做出什么大改变，我只是想你能记住我和你说过的话。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蕊21岁，来自浙江，自由职业。小石29岁，来自浙江，博主。21岁。是的。这是你的女朋友。跟姐姐谈了多久？毛两年了。毛两年，您这是用叫商业用语是吧？毛利率是吧？毛两年就不到两年是吧？
一年十一个月。一年十一个月。是的。行，感觉怎么样？这段恋爱谈的？有时候会很累吧，不被理解吧。很累，不被理解。是的。哦，听听姐姐怎么说，这段恋爱谈的怎么样？我觉得他确实很幼稚。幼稚哈？很多事情都需要我去教他。那可不是嘛，21岁的男孩不就是幼？不对呀、啊，他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他只有19岁啊，那他可不是幼稚吗？哎，你告诉我，你那会儿怎么就19岁？你觉得他就跟他谈恋爱了，是这个意思？那时候我就聚会认识的，后来对彼此都有好感，然后慢慢的聊着聊着就在一起了。始于颜值，是吧？差不多，身高。始于颜值，始于颜值，小伙子帅啊！来吧，说说吧，咋累？大家都说嘛，姐弟恋好，说什么姐姐成熟懂事会照顾人吧？这谁告诉你的？我身边的朋友都这么说，姐弟恋好，省事儿是吧？是，就比较懂事嘛，图省事儿、哎。来，后来嘛，在一起之后，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轻松吧。就很多时候他会莫名其妙去翻我手机，然后去限制我的社交嘛。嗯，就是我跟异性朋友之间会有互动，朋友圈之类的，他会看到了他会不开心，就会要求我去把他删掉，很不可理喻吧。我不可理喻吗？你不知道吗？你之前跟女生聊天暧昧，还去评论人家女生，然后在那种社交平台上也会去评论人家，还会去私信人家。我为什么会这样？现在经常查看你的手机呢？我就觉得你已经没有让我有信任感了。那以前确实是我做错了，但现在我没有做了呀。但你就是说每天都会去翻我的手机吧，我就觉得很不能接受。有一个女生有一天发过来说了一句宝贝。那怎么说也是人家说，我也没有说啊，就算我跟你解释你也没有听我的解释啊。人家都叫你宝贝了，然后我帮她回了一句说怎么了，这样叫不好吧，我有女朋友。她说了一句怎么了，叫老公都行。她为什么会这么回呢？但我跟你说了呀，那是人家的事情，我确实没有这样叫过啊。但我跟你怎么说你就是不听嘛，就不信啊。那后来你要求删掉，我不直接删掉了吗？那还不够证明吗？行，除了这个累，管的累，对吧？还有啥累？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因为初中同学嘛，毕竟在一起3年，一个班级的。然后有一次他出去旅游了，我评论了一句，我说大夏天去旅游不热吗？然后他看到之后，他又跟我说，为什么又去评论了？我说这是初中同学啊，他说这是异性啊，他不管是初中同学还是什么，但他就是异性啊。然后我看他就很生气嘛，我就不想跟他多说，我就直接把初中同学给删掉了。你为什么要关心人家热不热？人家旅游热不热跟你有什么关系？我那时候什么都没有说，其实我想是夏天想跟你去旅游，问一下热不热的，因为毕竟刚看到朋友圈一刷刷别人在旅游嘛，那我就想问一声。但你直接生气了，我就什么都不想说，直接把它删掉就好了。那你呢？你让我不要去评论异性，那你自己还不是在评论你的异性朋友吗？我问你的时候你还说这是兄弟，很正常的兄弟。那按你的话说这不也是异性吗？我平常从来没有暧昧，也不会去随便聊天，我的关系就是正常的朋友关系啊。可按你的话来说这也算异性啊，而且你还留着前男友的微信呢，甚至还不止一个微信。那前男友的我不删不是正常吗？又没什么仇，我的习惯就是这样，不需要去删。我不是说故意留着干啥呀。男生觉得双重标准是吧？是不是？就是你要求我这么严，你自己也没做好，是这意思吗？我理解的。我觉得我做好了，我从来没有暧昧过，我跟异性都是保持距离的。啊，你觉得保持得很好？对的。他的尺度拿捏得不好？对的。但是我觉得吧，你既然跟我在谈恋爱，你就应该尊重这段感情，而就是该做到去把前任全删干净吧。我觉得你没有很尊重我。前任删掉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吗？你不要把你的思想强在我身上，可不可以？那我不来管你，你也别来管我啊！你什么都来管着我，管比我妈还要多，吃个饭也要管，穿了衣服也要管，什么都要问经过你的意见才行。不是，你衣服有些挑的不好看的，我帮你挑选一些好看的衣服，怎么就要管你了呢？还有，刚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冬天，你2天才洗一次澡，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就要求你每天洗。这有错吗？冬天的时候不出汗，我可能就2天洗一个澡，出汗了我就每天用洗澡啊。我觉得这是基本卫生，正常大家都是每天洗澡的吧。那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没有出汗就没必要洗澡啊，一天都没有怎么去运动的，为什么要洗澡呢？像吃饭的时候
我一个小动作你就会来骂我，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我跟你解释了你听不进去，你就会一直说，把小事全给你画大了。真的会这样吗？吃饭也会说？他吃饭有时候盯着电视看，然后我会觉得你专心吃饭嘛，我又跟他说话他也听不见。但是你还玩游戏啊，你早上起来就玩游戏，上班的时候也玩，下班了回到家也是在玩游戏，你一直就在玩游戏。那我上班的时候没事干，我除了玩游戏还能干嘛呢？不是有玩游戏我就看电视啊，我只能去这么消磨时间，早点回来啊，不然时间过得真的很慢。那你在游戏上充钱呢？我是不是说让你不充了？你将近三分之一的工资都花在游戏上了。那我说了不充了就好了呀，你就听不进去。你充了好多次，你后面偷偷又充了，我又看见了。你平常吃住都在我家，平常出行开的也是我的车，我的经济压力是很大的。我希望你至少不能分担的话，至少节约一点吧，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那我确实也在努力了呀，只是说可能还没有达到你想要达到的要求吧。哎，家务活谁做？我做的。你做啊？对，家务活是我做的，然后家里卫生都是我收拾的。你们俩谁收入高？我收入高。谁收入相对稳定？我收入相对稳定。他是一个月能收入多少？四五千，五六千不等吧。房子是你的，车是你的，是吧？对。啊，您的收入应该比他高很多，对吧？高好几倍。啊，憋屈吗？憋屈。憋屈，当时找姐姐不就是说你那些朋友都说了吗？找一个姐姐会省心吗？姐姐会照顾人吗？不是在于说这方面吗？就感觉省在于相处上有可能会轻松一些，这个意思。男生现在具体做什么呀？自由职业具体在怎么个自由法呀？我现在做厨师。你是学？是的，烹饪。哇，好哎，又帅哈、啊，菜菜做的漂亮，那可不得了。当时喜欢他就是因为帅，对吧？身高，我喜欢高一点的男孩子。那会儿谁追的谁啊？他追的他。你追的他？我下面的问题全都是假设性命题啊，就是我把你们的关系极致的往前推，我想看看你们俩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可以吗？可以的。好，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么多矛盾了。你们要分手吗？有想过分手。你想过吗？想过。第二个问题，我假设，我做生活里的假设啊。通常这样的情况，其实说分也就分了，但是生活里会有一些迫不得已的事情可能发生，这是假设啊，胡说八道。比如说，你们现在如果有一个宝宝的话 ，baby 的话，你们要不要分手？我会看，如果他不合适，不适合的话，我还是会分。就是如果他不像一个爹的话，你也会分，是这意思吧？对。对你呢？如果说有宝宝的前提下，我会去加快的成长吧。哦，那就是说，如果是有宝宝，你就不分。是的。是吧？来，第三个假设，有了孩子了，这个男生在事业上有一个很大的成长，钱也挣得多了，在家里也不那么贪玩了。也不再顾及家里了，在这种情况下，女生要不要分手？那肯定不会啊，因为物质基础也有了，然后家庭也美满。好，第四个情况出现了，孩子也有了，男生也成长了，钱也挣到了，游戏也不玩了，但是他还在微信上跟其他的小姐姐小妹妹们暧昧，肯定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分手？要。要分手。刚才不是说了吗？成长了吗？家庭也稳定了，不分了吗？我要的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而不是一个 OK。 所以对你来说，其实所谓的事业有成，对这个个体来说远不如他对你的忠诚重要，对吧？对的。好，来，接下来就是问你，你说我会快速的成长，那还是这个假设命题，往下走都是假设的，这个姐姐还是用她现在的这个方式管你，不仅不会松，因为假设如果有了宝宝，他可能会把很多对孩子的焦虑全都灌注到你的身上，或者转移到你的身上来，你会不会跟他分手？不会。为啥？因为现在管就受不了了，为啥这个时候不分？其实我想要的其实不多，我只是想要他对我多一些包容和理解。那理解不了啊，
因为如果有一个女性有了宝宝，我们知道当一个家庭有了宝宝之后，女性她的焦虑就会比以前多呀，她要求会更严啊，她要求丈夫会更好啊，或者男朋友会更好啊。那可能说这也是我一种动力吧，她想让我变得更好，那我就会变得更好呗。就是假设有个宝宝，你在你的想象中你就会变好了。我再努力变好了啊。好吧，那我就没啥问题了，因为我已经问到极致了，就是我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的世俗人眼中最极致的东西我已经摆在你们，因为你们的问题无外乎是这样嘛，女性觉得这个男性的成长力不够，成长力不够就是在事业上不够成长，对吧？同时你觉得他责任心也不够，对不 对，然后还不够忠诚嘛，这是你看到他的三大问题嘛，对不 对，小男生看到的离想象的很远嘛，你要找的是妈妈嘛，无条件的包容你的一个妈妈，对吧？女朋友肯定会提要求嘛，比如你举的一个例子，我在看电视的时候你为什么管我，女朋友愤怒的不是你吃饭看电视的举动，而是在难得的餐桌上面她需要跟你有互动你没做到嘛，她着急嘛，是不是？对，这个她是不能理解的嘛。所以男生用到的是管得太多我受不了，对吧？一个成熟有自己事业的女性和一个还在成长过程当中自己前途还都不知道怎么样的男性，他们有一段亲密的关系，他们在交往，这个关系应该怎么走嘛？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叶老师，哎，经常会有就是小姐姐问我说，我处了一个男朋友比我小多少多少，你看这个妥当不妥当？有时候成熟女人就像是年轻男人的一所学校，但是你告诉我，哪有几个人一直留级一直留级他不从这个学校毕业啊？面对你们两个啊，我先说我并不看好你们之间的关系，你对他的那个方式像是一个女朋友对待自己的男朋友吗？不像，像一个妈对待自己青春期的大儿子好吗？你所有一切的一切，青春期的大儿子，我很怕他谈恋爱，所以说我要经常翻看他的手机，我怕一个看不住我儿子就早恋了，早恋是耽误学习的，这怎么能行呢？所以要不停地看住啊！而且有些极端的妈，不懂教育的妈还会说，我不经过我儿子的同意我就把他手机上我觉得很危险的那些女同学我把他删掉，然后你是我的孩子我就要塑造你吗？比如说你不要那么多的打游戏，不，比如说你不要熬夜，比如说你穿衣服穿鞋有什么我看得不顺眼的都按照我的方式来改，这不光是一个妈的做派，而且是一个不懂教育的妈，你明白吗？而且这个小姐姐，咱们大家都是女人，我非常非常的清楚你心里的那份不安全感，而且在小片里你也说了，我费了好大的力气下决心才和你在一起的，因为你比她大8岁，我们就是在现代的青年男女面对这种年龄差的时候也要紧张，对不对？对，所以你心里头，你整个你跟他表现的，你经济能力比他强，你所有的一切都比他强，但你这种色厉内荏表现得太明显了。色厉内荏你知道吗？一个自信的女人在两性亲密关系当中，我会对她那么不放心，我会用这种管制的方式我去控制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吗？正因为你不安全啊，你心虚啊，你太心虚了，你时时刻刻怕她变心啊，怕有年轻的小妹妹把她吸引走，然后她不再顾忌你这个姐姐了，总在这种不安全感里翻腾，心里是什么滋味啊？你会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缺乏自信，而自信不是一个女人身上最闪亮的东西吗？谢谢，谢谢叶老师。来，严老师，从你们俩从头到尾的讲述里，我就没有听到爱情的味道，我听到的就是一个看似强势一些，实际内心非常脆弱弱小无
活出自己的光彩。谢谢。谢谢严老师。周老师，男生我先说你吧，你找姐姐的原因是说别人说到谈姐弟恋，姐姐是很大度的并且还很懂事儿的。你口中的懂事是什么？别管我，我想跟别人暧昧暧昧，因为我年轻，这是我的自由。你哪是真正在谈恋爱啊？谈恋爱一定是双向付出，谈恋爱里边必定要有自我的约束，必定要去对对方有真心的关爱。如果这些你都做不到，就真的不要去谈恋爱，先踏踏实实工作。等你工作稳定了，真的找到自己的自信了，真的找到自己人生方向了，你再说要不要谈恋爱。同样对女生也是一样的，你真的找弟弟是想谈恋爱吗？你不是，你找他来炫耀而已，无非就是带出去告诉给别人说，看我找了一个小男友，比我年轻8岁，而且长得很帅气。你得到的就是这句话而已，别人就会说，哇，真的好帅啊，你找了个小男友，哇，你好棒啊。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内心不踏实，你也不安定。所以我劝你也分开，如果你真的想要去踏踏实实找一个爱情的话，就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不管他年龄比你小还是比你大还是跟你同龄，他是真的想爱你，他能知道你的脆弱也能包容你的脆弱，他能知道你的勇敢，他也能欣赏你的勇敢，可能那才是你真的想找的爱情。所以两位分开吧。谢谢周老师。米娜老师，你平时背什么包啊，姑娘？香奈儿的。了好久的工资才能够买到的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包啊，而帆布包意味着什么？真的，我们拎的时候都说好，然后脏了以后随手扔到洗衣机里随便一搅，下一次可能跟着一堆脏衣服一起消失不见了，随手我们再拿一个帆布包。
我每天吊在一个只喜欢香奈儿的女人身边，就生怕有一天她别把我扔了。你没有利用好现在眼下给你的这一切的，管她是好的物质条件吧，还是说这个女生目前对你还有的新鲜感、专注度，来好好的提升自我。提升自我也不是说为了让你能配得上她，或者是说能够让你怎么着，而是咱得对得起咱的人生吧，是不是啊，小伙子？你19岁到现在，你不是生来只为且长大只为和一个比我大7岁的女人谈恋爱，对不对？你作为一个厨师，怎么就不能够在美味上多进行探索？你原本可以在这一桩稳定的情感关系里头好好的提升自我，使自己能够成长，但你就真的使自个儿变成了一个随时可以被扔到洗衣机里的帆布包。今天我不过多的说你的姐姐，因为这一个女孩子她活到现在，选择什么，未来怎样，她应该有主意，即使是受过伤，她也能找到方法把自己碎片一般的心慢慢愈合。但是你呢，你是要成为帮她的世界愈合的那个人，还是要成为她世界碎片里的一个，您自己选。谢谢米达老师。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在女年龄比男人大的这个关系里面，女性的高度有多少决定了这段关系是否甜蜜，就是女性自己对这段关系的认识，她的人生阅历和高度是多少，决定了这段关系到底是甜还是苦。你别看同样是她，你要拿到周小鹏老师那儿教育一段，不都说好的女人是一所好的学校吗？我跟你说，可能脱胎换骨。你拿到米娜老师那儿教育一段，不仅是脱胎换骨，可能还成为一个顶尖的小厨。你拿到品红老师那儿教育一段，那我跟你说，不知道啥样了，就飞起来了，起飞了。就每个人倡导他们不一样的，就是每个人对生活那一部分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你就想，你是不是那个好女人？所以一直在讲，在两性关系当中，尤其是女大男小的这种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那部分其实是考女性的智慧。你我就不说了，你自己掂量你要不要成长吧，好吗？一起进入真情60秒。听了这么多，我觉得可能我需要改变还是要很多，我会更加去努力的，也希望你多等等我。我觉得我平时对你要求确实太高了，然后我很自私，我以后会多尊重你吧。谢谢两位啊，谢谢你们，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叶老师预测一下。双出。双出。女出男不出。双出。为啥是女出男不出，给个理由嘛。因为男生其实是知道在这段关系当中不是他要选择的。怎么可能，你想得太美了。来吧，我们看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请开门。我们看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请开门。来吧，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再次谢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